继续是来自大埔乡的消息。大埔乡站文水库伫旧年大旱，由南水局所准伫乌花屯福一带四公顷的宽阔平地，大埔乡公所也积极伫这个区隔之间尽速栽植笔直的植物，和美丽的紫斑蝶、凤蝶伫咧正栖息甲繁衍，看到美丽蝴蝶飞舞也展现出成果。站文水库风光明媚，大多是树拿翻了。去年干旱，由南水局来疏浚，在河岸边来填覆一块四公顷宽阔的平地，在外侧的树拿杆进行疏伐，较为清净。增进站文水库景观生态美，大埔乡公所积极在区地中尽速栽植着密集植物，不良美丽的紫斑蝶、凤蝶有所栖息加繁衍。我们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在去年大干旱的时候，南水局帮我们把淤泥把它填覆的一个一个大的很大的大概四公顷多的一个腹地。那未来规划它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一片草皮，然后兼具有一个环湖的一个步道以外所以在这个周边我们就开始在做预期的一个简易式的规划。在整体规划还没完成之前我们在我们的步道旁边，我们现在在这个区块，我们预计我们先行去把它做一个能够吸引蝴蝶来的一个区块我们希望说这个蝴蝶，我们可以包含这个迁移性的紫斑蝶，还有很多这种多样性的蝴蝶都能够来先行来这边来做一个汇集，然后跟我们来大家来变成是一个共融的一个环境大埔乡站文水库毕竟喜迎艳丽蝴蝶舞动在湖水山色之间。细心羡慕蔡明东，大埔乡彩虹不得。来家吃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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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济。来哦，小阿爷！来家吃好料。